送的。你要不要叫一个辣的啊？辣的肉。那个不是培根蛋。啊，我帮你叫塞了，对。Thank you。哎呀 ，boys， 终于 check in 到了哦，难吗？复杂吗？啊，要命哦！要填这个，填那个，又要那个WeChat 的那个叫什么？哎，麻烦了。我们现在到了昆明，现在我们坐着地铁去着那个。唐志乡，我讲了这个，这是。牛骨清汤牛肉面，这个？这个是拌面，干捞面吧。哪个好吃的 ？Try Endo。Yes。Try。Try。看我这个油烟，这个凉拌的好吃的。真好吃，帮你开胃。这是土豆牛肉面拌面，太好吃了！好牛啊！什么小仙子啊？小仙自包，小仙自包，那小龙，我们来尝尝哦。多少钱呢？10元。我们来试一下原味的，兄弟。哦，这样我要吃。是一个哎。不要。好等着你哦，小娃配这个辣椒酱。你要放辣椒吧？咬一口罢了，你要放辣椒。如果你不放辣椒，我吃。
Day 2 in Kunming，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去买新卡。所以刚刚吃了早餐，现在就要去走一个 kilometer 去。Don't be mean, man. Camera, man. 走一个 kilometer 去拿新卡。OK。走安康路。走下。啊，我们走那边进去安康路，然后一直直走就到了。按了吗？拍这了吗？这是鸭的吗？这个鸭，这应该是。这是鸭，这个是鸡。I guess so。来，Glass， 站过去拍照，看全部秘密。来，Glass， 来 ，OK， 一、二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等这车去丽江咯，然后1:52，3个小时。Very excited. Hell yeah. Yeah， 我的妈咪在那边。可以，但是要按。This is where we stay. 我们是在二楼。OK， 来下去楼下。锁了，关门。我在楼下等你啊。哪里的？上面，上面。再丢进去，你再。
直接吃。这个是火腿片，稍微偏咸，等一下需要多煮一会儿。如果煮了之后还觉得咸的话，跟我们说，我们给你加点没有带盐的汤。啊，这个火腿片，因为它也是腌制的火腿嘛，整个中国除了那个金华火腿之外，就是云南的这个宣威火腿比较出名一些。嗯。那我先把你放进去，多煮一会儿。嗯。啊。然后这个五花肉的话，我给你上了一份。如果你们觉得待会儿还需要的话，又给你加，不然的话多了。好好，谢谢。这个是七彩土豆，平时我们吃的土豆是黄心的，这个七彩稍微偏一些，待会儿可以多煮一会儿，煮个七八分钟左右再用。西南的菜都很好煮。Stop eating it. 你的解释。这边的一个特色菜，水性杨花，就长在水里面的，然后上面开花，对，那你们慢用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啊。好，谢谢你。好吃的，盐的够盐的。什么？啊？加汤。还有。所有的啤酒都归我们的最高点这个朋友。可以绑着睡觉吗？中华园哦，这边早上一定有那个广场舞。晚上比较美，晚上有灯。我等一下，你让我去坚持，看哈的。早上你又可以看得到那个花的美哦，晚上你又看得到灯光的美。健身，快喊我去篮球去耍一耍。篮球成了，篮球是好运动。阿妹，你们去那边，你们去那边降一下 video 来的，过去过去。啊，来阿妹，快。Yes, okay.
可以、okay, 帮我拿这下。可以拍到像我这样吗？哎。Oh,
壁画开始吧。没名言了。猪脸脸。能吐康乐呀？喂。真棒。这个什么啊？那个豆，海瓜，绿豆，绿豆豆啊！这个是菌火锅啊，土鸡，土鸡呀，土鸡，这个是红烧肉，红烧肉。安卓在搅拌着它的配料，配料。现在我们等住白饭，等住米饭，就是那个红烧肉。给来吃一口，已经肉这么赞了。哦、不好意思，我的爸爸。不好意思啊，爸爸有点紧张啊。爸爸有点紧张，不好意思。我有满口。
行不行？太烫了，这个。你们俩在这儿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Beautiful. 给一下你。这怎么还有嘴巴了？哦。不要自荐。自由。脸啊！孩子，哦，直接上，直接上。左面左面，两人呢？哎，年轻人，看都看不到雪山了。喂，你看前面那个是被铁钉贴的，抓住了。抓稳了！哇！我这里这个是有铁，有吗？没有铁。后面后面你后面那边。哎，你们没有包。压进去，压进去。OK 啊，到了喽。多个地方，等一下，后面有人走路了。在下面。哈哈。我进来了。喂。哪个踩的？哎，走吧。一来就直接下来这里了。给他小声。我走这一上吧，我走这一上吧。谁呀？来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蓝谷了。哦，蓝叶谷，蓝谷。我们现在在蓝叶谷， okay. 看到那边的河多么的漂亮，蓝蓝的，好多树。走，看得到山吗？看了。来，我
Jakes。好了好了。姐姐，你的衣服没有拉好吧？哎，哈哈哈哈哈！阳明山，什么雪山？玉龙雪山在后面。哇，你看阳光还照进去啊！哦。这个不是白色来的吗？是那个 Avatar The Last Airbender 那个。印度。Okay, then. Sun.Relax 的一个城市，好像没有丽江老街这样美啊。
不是很熟，不可能在这边开吗？再说一站。